创意理财，尽在运通。欢迎收看《财经智库》啊，今天台股成交量1330，已经来到1331啊，量价齐扬，涨35点。哦，其实简单的跟各位讲啊，整个大盘的 K 线今天呢、啊，量出价涨，量出价涨 ，K 线收红，结构上更不用讨论。结构上啊，今天上柜的、啊、个股啊做了休息，涨多之后休息。今天啊，上柜的指数跌的加速比上涨多，457家下跌。315家上涨，但是今天我讲过了，只要金融控盘啊，指数遇小不易，个股都属于获利回吐讯号，唯有金融不控盘，才有可能产生高点反转杀盘讯号。所以你各位回来看一下金融，我们先从金融的角度去着手，以后再去分析。今天很多上柜电子股啊，冲高以后滑落，都是属于获利回吐，因为滑落的时候量能都不出来。今天金融啊，在这一天的时候，王老师跟各位讲过，这一根，在这一根啊，金融啊亮出来以后，左长黑右长红一对应之下，金融一定会有近日会再大涨。我有跟各位讲过，它随时会大涨。今天啊，金融再次的大涨，创了新高点。那创了新高点之下，金融控盘。那第一个指数遇小不易，第二个你再来看全指股，全指股的部分，大力光。股王大力光再创新高点，第二档全指股鸿海再创新高点，权重最大的台积电一样高档高姿态强势整理，所以从量价线结构来讲，完全没有所谓的背离钝化的讯号。今天1300亿啊，有些人会认为过热，因为很多电子股上柜电子股也好，上市电子股也好，很多啊冲高以后滑落，但是啊。回到加权指数，第一个 K 线是收红，代表啊由全指股控盘。你只要看到全指股金融控盘、股王控盘、鸿海、台积电、权重控盘，那代表树不倒猢狲不散。第二个，你再回到上柜指数，上柜指数我讲过，今天啊很多都冲高滑落，但是从 K 线来讲，它连续收红之后，今天纵使冲高滑落，第一个量有没有爆量？它的量有没有比这些多方量还要大？有没有比这个多方量还要大？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都视之为获利回吐。假设这一根量相当的大，那我们就视之为空方讯号，就视之为高点反转走跌讯号。但是上柜电子股今天涨多啊，获利回吐啊。好 ，OK， 那获利回吐了，各位就要思考了。强势股拉回是让你逃命还是让你找买点？你要思考了。就一些好的股票啊。在这里很多啊，拉回以后冲高滑落，那你要思考啊，强势股拉回是让你找买点还是找空点？各位，我们回来看，就像月峰一样嘛，月峰它在这一天有没有大量？30000张大量，今天有没有在做突破？各位，拉回强势股，这个就是强势股，有没有大量一样在突破？强势股啊，拉回都不升，拉回都不升，这个叫强势股，很多个股都是如此。都会留下很大量或者上影线，但是都还能够突破，那就是绝对的强势。就像王老师标题写的，两档新标股啊，这两档标股啊，二号标股跟三号标股，持续第一个二号标股今天创了历史的新高点，二号标股创了历史的新高点，三号标股持续喷出，三号标股我跟各位讲过啊，持续喷出。你第一批进场的会员，第一时间1月24号进场会员，最少赚了5根涨停板以上。你是开红盘进场的，开红盘你星期一、星期二进场的，你最少赚了3根涨停板。我跟各位讲过，标股一启动啊，一定是强者恒强。在这里啊，投资人要一个观念，在股市里面啊，台股现在我在昨天、前天，王老师跟各位讲过。台股啊，在这里涨到9600点了，接下准备9700啊，准备攻万点了。当你攻万点的时候，还是很多个股啊，还是相对弱势。有的股票它就是绝对的弱势，攻上了万点，指数涨了万点，甘心何事？因为你的股票就是不会涨，它就是绝对弱势。
但是攻上万点以后啊，有的股票啊涨了一倍两倍，所以选股股票一定是在股市里面就是二八法则，两成强势股，强者恒强，八成弱势股，弱者恒弱或涨跌无序，就好像股市一样，永远都是两成是赢家，八成是输家。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个股啊还是一样相对强势，二号标股当初跟各位讲日本医学合作题材，对不对？月线已经二长红，迎接二月三阳开泰，现在二月份的月线已经是三阳开泰，是长红棒。我跟各位讲过，我给各位看它六十分钟线，这是它六十分钟线，它已经创了历史的高点，它六十分钟线已经创了历史的高点。什么叫历史的高点？就上市柜以来历史的高点，它创了上市柜以来历史的高点，今天突破了创这个上市柜以来的历史高点，它已经创了。三号标股那就不用讲了，我讲过三号标股啊连续喷出大涨，你一月二十四号封关的时候，王老师有讲过，那天是黄道吉日，一月二十四号的时候跟着脚步进场，最少赚了五根的涨停板。一月二十四号啊，封关啊，封关以后开红盘才几天，对，才七周而已，七周啊，才七天啊。一月二十四号是哪一天？就这一根啊。一月二十四号啊，你进场啊，对不对？一月二十四号进场到今天，你第一个天进场了，你赚了五根涨停板，对不对？第二根进场的，你最少赚了三到四根，这天进场也是三到四根涨停板。我有讲过啊，机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跟对人走对路，你就会找到财富。现在啊，第二档二号标股持续的在创新高，二号标股啊持续的创新高，你第一批跟王老师进场的，你赚了六到七根的涨停板了，你已经赚了六成到七成，你已经赚了六成到七成。什么意思？一张的股票你已经赚了18块钱，当初你买的时候30块钱，现在一张股票啊你已经赚了18块钱，也就是说你3万块钱去买，你赚了18000。各位可不可怕？3万块钱进场你赚了18000，你买10张你赚18万，就是说你花了30万进场，你已经赚了18万。一样，你这一档个股也是一样，标股三，你随便进场一只股票，王老师都让你赚了3万块。你买2只就6万，买3只就9万，贵不贵？不贵。但是啊，我跟各位讲过啊，机会啊是留给什么？做好准备。我再提醒啊，机会都是留给做好准备人。机会来临的时候啊，你才可能啊倍数致富，你才可能倍数致富。否则很多股票你可以看到，今天很多个股啊，涨涨跌跌，冲高又滑落，拉回的力道的时候，你可能速度都相当的快。有些股票拉回的速度都很快，对不对？震荡都相当的大，对不对？大涨以后，涨停以后拉回速度很快，对不对？大同也是啊，大涨以后今天拉回速度也很快。就是各上柜股票也是一样，今天你可以看到上柜股票也是上涨、上冲、下洗，拉回速度都很快。宏康最近大涨，今天又做马上做华数拉回。但是可怕吗？我刚才跟各位讲过，它都是获利回吐讯号，不是反转的讯号。这些强势股啊都是获利回吐，因为啊没有产生所谓乌云罩顶、量大背离、反转走跌讯号，所以这个称之为中继。今天由全指股金融控盘，涨多的上市柜小型电子股做休息。但是做休息的时候，王老师跟各位讲过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知道接下来台股要攻万点，震荡一定加剧，转折一定加速。在这里就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路遥知马力，疾风知劲草，什么才叫做真正的标股？第一个，路遥知马力，疾风知劲草。第二个，既然震荡加剧，好的股票拉回，你要视之啊为天上掉下礼物啊。强势股要有一个观念，强势股拉回啊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啊，强势股拉回没有三日走跌行情，就拉回不会有三根中黑 K 线。所谓没拉回没有三日走跌行情，就拉回它不会有三天的收中黑，不会，强势股不会。如果拉回有三天啊，你要站在多方。那接下来，从季第一号开始，王老师跟各位讲，第一档的标股是友威科开始，对不对？友威科的时候，一个波段从23.5做一个波段到高点的时候获利出场。接下来二号标股隆重登场以后，今天创了历史的高点，跟着王老师进场的第一时间布局，赚了6根到7根的涨停板。不管你第几天布局的，你都在获利之中，不是4根就3根就是5根的涨停板。那你跟着进场的第一时间进场标股三的，你已经赚了将近5根的涨停板。接下来投资人会问王老师，什么时候四号标股，包括会员都在问王老师，告诉你什么时候，我只能告诉你，机会留给做好准备的人，机会来临的时候才能倍数支付。而这个四号标股会在2月20号之内进场，在2月20号之内进场，到时候啊，该加码的时候加码，该布局的时候布局，该进场的时候进场。其中啊，讲到四号标股之前呢、啊，我刚刚讲过，机会留给做好准备人。一号标股给各位验证，二号标股给各位验证，创了历史的高点。三号标股给各位验证，连续喷出5根的涨停板。接下来，四号标股就是刚刚讲，机会留给做好准备人。2月20号之前，你做好准备。在第一时间进场，就好像二号跟三号标股一样，会员都知道。二号跟三号标股，其中有一个标股，王老师每天都在买，每天都在叫会员加码。为什么？因为王老师要告诉所有投资人，告诉所有会员：横看成岭侧成峰啊，远近高低各不同，只缘身在此山中啊，不似庐山真面目。只有王老师。是庐山真面目，所以会告诉会员，一买再买再加码，这几天都一买再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为什么还要再买？为什么还要再加码？王老师告诉各位，2月、3月最闪亮的、最彪悍的标股就是它。所以王老师为什么持续在二号或三号标股里面持续在加码？接下来这个标股市啊要登场的时候啊，王老师就要告诉你，不要一而再再而三错失财富财神爷临门的机会。就好像我跟各位讲过，你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错失机会的时候，你又跟财富绝缘体，你的一小步，你跨出一小步，也许就是你人生的一大步。当初你跨出一小步，跟上友威科，跟上第二档标股，跟上第三档标股，你现在你已经一口吃成胖子。所以把握这个机会，我们先进段广告，以后再回来讨论个股。为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数位超 easy， 生活更 happy。好，各位投资朋友啊，特别注意这个礼拜六早上10点到12点。在高雄下午2点半到4点半，在台中星期天在台北下午2点到6点，座位有限，欢迎赶快来预约报名。好，王老师要揭开标股二还有标股三的代号名称、神秘面纱，还有它故事。接下来你没有办法到现场的投资朋友，王老师告诉你，你做好准备迎接王老师标股四的诞生，赶快拿起电话跟线上助理报名预约，跟上脚步，跟对人走对路，你就找到财富。报平安，花开富贵，新年到，财运到，其他投顾迎春大回馈，年年发贺岁专案，优质名师团队，领先正确资讯，最大的优惠，最佳的绩效，通通都在年年发，让你财富连连发。其他投顾祝您财源滚滚，好运来，日日进财，年年发。要选就选最好的启发投顾，02-23895489，23895489。
启发投顾盘中收费语音0204-58966，0204-58966。投资理财是一辈子的事情，启发投顾用最细腻的心思为您做最专业的分析。稳定的投资控管，涨势做多，跌势做空，灵活的资金运用，顺势多空双向操作，带领您避开风险，追求最高绩效，给自己一次积极创造财富的机会，致富之路等您来加入。启发投顾02-2389-5489，2389-5489。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欢迎回来现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个股啊，震荡都相当的剧烈，每一档个股啊，震荡涨跌都很大，包括环球金。你可以看到环球金今天的震荡大不大？对不对？低点167，收168.185，这一来回啊，各位吓不吓人？17块钱了、啊，上下震荡大不大？一定大。这个跟各位讲过，这登山理论，爬得越高，震荡越大。你盲目的去追价，凭感觉去追价，你就会买在相对的高点。强势股啊，在今天的震荡都相当大，相当多的个股都是如此。但是刚才王老师跟各位讲，接下来因为接近了万点，来到9600多点，快9700点了，接近万点了，就像登山理论一样，爬得越高，气候变化越大，气候变化无穷。所以气候变化无穷的时候，就代表一件事情，个股震荡加剧，转折加速，就像今天轮动到全指股、金融股、电子股做获利回吐，你随着见价追涨就付出代价。那接下来要预告是什么？那震荡加剧、转折加速的时候啊，它就有两种形态，第一个叫路遥知马力，疾风知劲草。什么叫做股票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持续的这样往前创新高，创历史新高，就像刚刚王老师跟各位讲的，持续的在往上面创历史新高，对，创股市上市柜历史新高，就像标股三持续的在喷出大涨。我所谓喷出大涨啊，最少都是涨7%到8%才叫喷出大涨，涨1% 不叫喷出大涨。涨了5% 不叫喷出大涨，是涨8% 以上，那才叫喷出大涨，就接近涨停板。刚才讲到啊，震荡加剧，转折加速，个股一定都是如此，这几天一定是如此。那但是他也告诉你，什么叫路遥知马力，疾风知劲草。之前啊，王老师啊，在12月的时候，1月跟各位讲一个观念。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你春天种下一颗小种子，时间到了，我说过时间到了，温度到了，它一定像爆玉米花理论，从一颗小种子变小树，变大树，最后变大财富。今天你验证到了，标股1号、标股2号、标股3号，全部都是如此。所以绝对不要错失啊，下一档，我说过你绝对不要错失啊，王老师啊，在下一档刚才讲到了，下一档进场标股的机会。这些档绝对不要再错失了，一而再，再而三。就马云，阿里巴巴马云总裁讲的，不要让你的财富啊在市场被人家掠夺，不要让你的财富跟人家越来越远。股市我讲过，它是一个残酷贪婪的市场，它是一个致富的工具，也是致命的工具。你没有技术、纪律、策略，它就是致命的工具。你有技术、有纪律、有策略，那叫做致富工具。而要有技术，刚刚讲过，股票有1700档，
我再跟各位讲，台股有将近1700档，你要如何在1700档里面众里寻他千百度？你没有十拿九稳八胜算的技术，你没有第一手的消息，你如何能够十拿九稳八胜算？不可能。接下来啊，台股啊，周线啊，我已经跟各位讲过周线了。你回来看周线，我是给各位看一下周线，看一下台股的周线，你去看一下，看到没？看到没？它的周线已经啊量出收纯阳三周 K 线，我星期二的时候就跟各位讲过、啊，本周一定是一心二阳啊，这周线已经出来纯阳线了，各位。纯阳线的周线是代表什么意思？下周就是多方控盘或者攻击。下周多方控盘或攻击的定义就是说，本周的高点不是高点，还有更高点。那下周为多方控盘攻击的定义是什么？就类股轮动轮涨。今天涨多了，电子股做休息了。涨的时候，我常讲，看不清摸不透人了。涨的时候啊，不知所措；跌的时候，惊慌失措。那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对它不了解嘛？你对这票这个股票，它的筹码、基本面、技术、筹码、现形你不了解，所以既然不了解的时候，你就会有恐惧；跌的时候就会有恐惧。我讲过啊，做一档股票啊，要有两手策略。我再提醒，要有两档波段标股，要让你一口吃成胖子，颜回居肉相不改其志，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要我波段持股做对一次胜过十次，你这样子才可以将以前啊你啊自己操作跟错老师啊失去的才能够反败为胜。第二个是什么？买强做短，强势股买强做短，取其轮动轮涨轮流投资报酬率。你在两手短线跟长线的交叉运用搭配之下，你在股市才可以得到最高投报率。今天很多个股啊拉回震荡大不大？刚才我举给各位看，这些拉回震荡大不大？拉回震荡都相当大，你可以看到，都出现了。但是当它出现了这一根 K 线的时候，你就思考一下，当初的月峰有没有这个 K 线现形？如果这种 K 线现形都能够越过的话，它就是绝对强势。很多投资人啊，我讲过，只是在股市里面去捡零钱。捡不到，甚至被套牢。有多少股票？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上市柜里面有多少股票还是相对的弱势，涨涨跌跌还是相对的弱势。比如说，联发科好不好？联发科当然是好公司啊，对不对？最近有反弹，但是反弹呢、啊，仅属杯水车薪啊，对不对？相较于波段的趋势来讲话，相较于这些投资人惨烈来讲话，它是杯水车薪啊。这种股票，它整个台股已经创新高了，它还是在底部啊，在挣扎。它是好公司是，但是它有没有让赚钱？赚钱没有。我们讲说啊，不管黑猫白猫，只要会抓老鼠猫就是好猫。简单说，股票不管它是什么股票，只要会让你赚钱，股票就是好股票。联发科好不好？我问各位，当然是好。但是你再看一下4903联光通，有没有看到？联光通涨了多可怕，涨了两三倍。那你去看它基本面好了，你看它基本面你敢买吗？你看它基本面你敢买吗？麻死的。但是它就涨了这么多，它有没有涨的第一个主升段拉回整理以后再走一个什么？从初升段拉回以后再走一个主升段。所以王老师要跟各位讲是什么？有人做的股票就是会涨，没人做的股票，你再好的基本面，联发科它就是不会涨。接下来，王老师要告诉各位，你不要错失啊！二号标股啊，已经创了历史的高点。我跟各位讲过，二号标股已经创了历史的高点，恭喜会员一口吃成胖子。三号标股持续在喷出，那接下来你就千万不能错失啊！王老师机会留给你，做好准备人，准备四号标股，准备进场。你做好准备，赶快加入魔法家族。当时间到了，温度到了，王老师会一声令下，告诉所有会员在第一时间进场。最后，王老师祝各位操盘顺利。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无限可能，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数位超 easy， 生活更 happy。 好，各位投资朋友啊，把握啊，这个星期六高雄早上10点到12点，台中下午2点半到4点半，台北星期天下午2点到4点，好，这一场讲座标股二标股三的代号名称神秘面纱故事，王老师都会告诉各位。另外你没有办法来现场投资朋友，王老师告诉你，想改变平凡就要行动。如果你因为距离没有办法到北中南去听演讲，王老师告诉你，给自己一次机会，人生就会改变。拿起电话跟线上助理联络，王老师比照会场破盘价让你享有最优惠，跟上脚步准备标股四的进场。报平安，花开富贵，新年到，财运到，其他投顾迎春大回馈，年年发贺岁专案，优质名师团队领先正确资讯，最大的优惠，最佳的绩效，通通都在年年发，让你财富连连发。其他投顾祝您财源滚滚，好运来，日日进财，年年发，要选就选最好的其他投顾，02-23895489，23895489。启发投顾盘中收费语音0204-58966，0204-58966。股海茫茫，千变万化，多空趋势如何掌握？其实，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启发投顾，02-23895489，23895489。华人很环保吗？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丽菜？那是环保标章。你看这个有说环保啊？你看纯天然，讲究好，不是吗？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对环境好，而且经过政府验证通过的。最好还是上绿色生活资讯网。台湾人，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哎。一氧化碳中结者诺阔角提醒您，屋外是瓦斯热水器，绝不可装在家装窗户的阳台、厨房等。